破烂富有时，只挂人房寄沧海。这个呢，有一个朋友说要做春联用啊，做春联用，我们来写一下。那写的好不好？大家点评。长，这是一生书法卡仙草专用毛笔啊。长风啊。破烂，破烂字的话三点水，我们分开写啊。会有时，会字啊，我们可以写成这样，也可以一竖下来，点日字和月字一起写啊，没关系的。会有时。有字特别难写的啊、哦，我们多练一练，嗯，是吧？啊、哦，十，十字我们写板正一点，压轴的字我们都要写板正一点啊、哦。一个土字，一个寸字，一个蟹爪钩挑出来，啊，写完了，我们再写下一点啊。直挂人房寄沧海啊。看我怎么写的啊，写的水平一般般啊，谢谢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一下。挂字我们还是写繁体字啊，两个土字分开写，是吧？这一竖有点细，这一竖有点粗。人字写的最多的啊，我们练一下，多练一下啊。人方，我们这一点飘一下，寄沧海。寄字的话，我们这个三点水变化一下，是吧？因为那边有个三点水，寄沧海，是吧？我们交替变化，寄沧海啊，不着急，我们来。还有一个字，海字啊，我们也不写草书，还是写这个闲书带楷书的，板正一点点。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，看一下整体效果就这个样子啊。光线的问题，拍照有点不太，颜色不太对啊，还可以啊，就这样了。我们下一期再会。